动作要慢一点哦，这样人家才看得清楚。我这边都快也快不起来了。那边没有，没关系。我们的水壶比较少，比较远。明白是韩国人啊，韩国人啊，高职业呢？为什么会到韩国去？然后，这个叫做花口扣，插花的孔的扣子扣眼，哎，英文叫 flower button hole。就拍了，我想想可以。对，这个叫做花口扣眼，插花眼。插花眼。手工做的。你都不，你不用手工怎么做？嗯，没有这种机器啊。这里有吗？这种从舞蹈里面往去上面做好了都做干净，这帮他洗干净你市场也太辛苦了，这当官的穿不会啊，这太贵太贵了，大家都辛苦的穿着赚钱太可惜了。给你一下，你有水，我的比秋干有秋干的人，加干有加干，加干的人有加干。红姐抱你来。那夕阳，我们就等着拍那个的下来，对不对？边走边跑。
较不有病的，那个也算轻的。收尾了，还没，怎么到了？这样风有点点，有点太暗了，光线不足。西
通的扣眼都是这样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这是米兰扣，它是有些是扣洞啊，就是它拆开然后旁边缝起来了，缝的方法也不一样，现在在收尾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客人他也要黄米兰扣吗？对啊。哦，那刚好。少年的目睭较好。哦，就这样把那个里面的。好，谢谢。好棒，谢谢。